富贵如龙，游遍五湖四海；贫穷如虎，惊散九族六亲。Nice。有这些特点的女性是富贵命，臣妾做不到啊。容易嫁入豪门，第一媚威双全，长得漂亮还有威严。有威严的女性，烂桃花和渣男不敢轻易靠近。有威严的女性有自己的理想，也不是轻浮的女人。有威者真。第二，眼睛黑白分明，眼神聚光，这样的女性正派聪明。第三，肩宽饱满不露骨，肩窄无担当，露骨多劳碌。第四，头发润泽，发润血旺生贵子。第五，声清语和，言语有节。